一通。好像是儿童乐园一样啊，这小朋友特别多啊，这是户外教学非常好的一个现场实习的地方。哎，是是是。好，我们马上这个阵容非常齐全，马上进行我们的出征金童宝。因为小朋友很多，待会我们这个游戏进行完之后，蛋糕就要以各位朋友分享了。哦，哎，我们食物是不能浪费的。好，现在两队呢，各派一位代表，这边是阿雅，对不对？对，这边是我。游戏规则就是说，一个上音一闪，这个150根的蜡烛能够吹掉，看谁的秒数比较短。我来。好了好了。80公分，150根蜡烛，看谁的时间比较短。预备预备，听哨音了，计时的准备，预备。吹灭，不错，肺活量真的很好哎，因为唱歌真的要肺活量，除非你唱儿歌就不需要了。我不是唱儿歌，不是儿歌啊。来，我们看童谣。如果你真的低过43秒，表示你的歌真的好。好，来来，我们点蜡烛。好，现在是阿雅啦，预备。时间73秒，1分13秒，是啊，可以这么累啊？所以我建议你下张唱片还是出这种造型就好。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坚强。你们陈亮一获胜。接下来进行坐气球。接下来是我们进行的是坐气球。哎，坐气球呢是很简单，两队呢派男生。坐在这边，坐在这边，然后两位女生在一分钟当中轮流坐，看谁坐的气球破掉的比较多。但是游戏规则就是你一旦没坐破，要从起跑线开始。不可能说坐没有坐破再起来再坐不行。没坐破就只有一，每一次都只有一次的机会。对，轮流，两位女生轮流，所以这边是宋少卿请就位，请就坐。麦克风放一下。我给各位示范一下标准的跑道啊 ，cosine 45度哈。cosine 预备开始。为各位示范一下标准的跑道啊 ，cosine 45度哈。好，预备开始。气球跑掉，你那动作是干净利落，球弄掉了，他把球弄掉了。没有，来再示范一次来啊，再示范一次。少卿，你要抓住气球啦。
这你们跑的速度要快，总共是一分钟，看谁做的气球比较多。来，你预备，一分钟啊，计时预备。球比较急呀，哦，整个都跳过去，好厉害！总共做破了五颗，五颗啊！来，那那投降输一半，安迪吗？那是阿乔跟陈亮颖啊，哎，你们，你用算吧。但是他们犯规都一个人在做啊，他好怎么办？你这么想这么想做，换我换我再来一次。他已经在那边跪着了，还活着。他刚刚还往我胸口，真是的。但是呢，刚刚呢，阿乔的表现很好。哇，阿乔的臀部厉害，好猛啊！猴山队队的表，猴山队的表现虽然六颗，但是还是判定输，因为都是一个人做是不行。我们还有更精彩单元 ，1 2 3 4。小鬼打当家，我们马上介绍第一位张颖文。现在是一个明星人物了，但我常看到他出现的，连续第三集的，对啊，你的腰，可不可以借我摸一下？好酷哦！哇，我有问过他体重多少，他说他现在45公斤，跟我一样重，好，比我还重，腰围34。你好，你好，你好，喂，荣翔啊，你妹妹在这边表演了，喂。小朋友今天呢，在来到这边，大家摸一摸是在沾点福气，因为像弥勒佛一样啊，摸到他今年都平安顺利了啊。真的，赶快摸一下。你一餐吃多少碗饭？一餐吃多少？两碗。两餐是两碗吗？两碗是两大碗。那你一天吃几餐？六餐。两碗。来，我们马上表演一下。好，徐怀钰的什么歌？向前冲，向前冲啊！好好表演，好不好？来，给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张颖文，张颖文带来的是《向前冲》。
福。也许很简单，但是对他来讲很吃力的。对啊，尤其他的动作有很多很妩媚啊，这样。哎，对对对对。而且各位有发现，中间呢不是断断续续，因为他要休息一下。那小孩子，你好棒，真的好棒。小孩子真的很可爱啊。谢谢我们张盈文小妹妹。好，谢谢。其实我一看他表演，我心里面都会非常的激动，没什么搞的。是是，当然呢。现在根据医学的报道呢，小朋友胖啊，这个比例相当高，因为这个垃圾食物太多了。对啊。当然还是要多注意健康。小朋友小时候胖不是胖，可是就怕您呢恢复不了。像他这样有运动就不错，慢慢来，要常运动啊。那接下来介绍的第二位呢，是我们张宏伟小朋友。我觉得他头发怪怪，不是，好蓬，假发，假发，这个头一戴头怎么变那么大？对啊。好了，那今天要表演谁？陈小东。陈小东，你这样讲我们就想起来有点联想了啊，不然猜不出学谁啊。陈小东啊，什么歌？心理游戏。心理游戏，陈小东啊，来。陈小东，心理游戏。明明是你也曾经联络，不说明理，看不清都着急，难以开启，不如生气。
心好小心，这样不期而遇，总爱算俗同款式，甚至同个牌子，谈心思太相思，猜你和我同样固执。现在几乎天天通知，我哪里忽远忽近的距离，求求你原谅生命。笑脸嘞，笑脸嘞！哎，你刚才好忙哦，表演得很精彩哈，可是你没有对嘴啊，他没有唱对不对？你会不会唱？会。真的吗？我没有听你唱《心理游戏》。来唱几句我听听看。夜深知这晚知，但愿我不说你的，每次他宝石。对啊，蓝宝。相声，你刚刚念的是大悲咒吗？这个表现不是。张宏伟小朋友来，请到后面跟张颖文来，坐在一起，鼓励鼓励。接下来就是介绍的是两位了，两位双胞胎是吧？哎，来介绍这个是柯凯翔跟柯凯成两位。这边接听塞里亚，塞里亚，塞里亚，喂，塞里亚，好小哦，好小哦，好可爱。塞里亚，我爱那天来找你，想起你几回，好大啦，好大啦，好大啦，好大大啦。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没有师傅，他好像突然像那个绿头苍蝇，你知道？好，来柯凯翔、柯凯成表演的《金门王》李炳辉来去夏威夷，来鼓励一下。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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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哈哇咦，哎，这个往后面看，这个弟弟好像在混馒头的，你看看。是是，两个人要不要唱唱现场的啊？会不会唱歌？弟弟会唱什么歌？他当然会，我会。啊，什么歌？哥哥都爱表现，那弟弟不会，我会来吐槽。两个眼睛要不要拿下来给我们看看？哎呀，好帅！帅哥，好帅哦！啊，两位帅哥。柯凯翔、柯凯成，谢谢他们的表演，谢谢。来，请到那边去。来来来来来。啊，来，接下来介绍的是许湘玲小妹妹。哇！哇！哎，好漂亮哦！大姑娘上花轿头一招都比较紧张啊。她的睫毛好长好长。这是真的假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真的。你今年几岁啊？六岁，但有好像有原住民血统是吧？你是不是你那啊？您是台湾族的，对，台湾族原住民的话，向大家问好好不好？说你们大家好。马路马路，那不那拉莫马山达，第二就马拉马沙路，加那么第二的马拉。哇！哎呀，讲的好长啊！现在这个年纪会讲自己家乡话不多了，不简单。可是他刚刚讲了一大串是什么意思？你好吗？三个字啊。这么长的，不是啊，大家好，我叫做许湘玲，今天很高兴来这里，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得懂啊？我原住民啊，想不到你还是混血儿啊。那今天要带来张惠妹的歌啊？对，什么歌 ？Walking by myself。Walking by myself， 来来，谢谢许湘玲。讲他的对嘴对得非常的好，他根本就是阿妹嘛。奇怪，他们怎么一表演完又变成这样？对啊。好，谢谢我们可爱的许湘玲小妹妹。接下来介绍下面一位是蓝蓝雨小妹妹。这个辣妹真的不简单，你是模仿辣妹吗？不是。模仿谁？崔大清。每次绕进去这个样子，阿斌哥看的枪都掉下来了。今天让他回味一下这一代巨星，好表演一下。加油加油！蓝云小妹妹，哎，但是有魂呢。崔大清，但是有魂。就不会这样去
上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叫人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但是又何奈，偏偏我还想念你。但是又何奈，谁叫我喜欢你？但是又。深深埋在我心底，如果看见你对我不是这样，我也就不会这样轻易地爱上你。真有情，为什么叫人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但是又何奈，偏偏我还想念你。但是又何奈，谁叫我喜欢你？但是又。深深埋在我心底。这个歌刚才一唱啊，我们的 boss 就有感情了。boss 为什么有感情？日本歌嘛，对不对？对，那个是等是日本歌。对，好，我们所有小朋友请到这里。集合，集合，起床了！来来来，小朋友，张颖文小妹妹啊。好，请就位。哎，金博文，你弟弟呢？弟弟呢？弟弟不见了，弟弟不见了，哥哥在前面，弟弟弟弟找不到哥哥，快哭了，你看，我多贡献你了，好，往前走，好，那个帽子在头上啊，帽子，还是帽子呢，帽子在头上的帽子呢，他有艺人的矜持，进来我跟你讲，谁表演最好？他，哇，大方，为什么？谁表演的最好？他，谁最漂亮？我，哎，谁最帅？谁最怪？是。谁最怪？没有人。没有人。挺聪明的。谁最乖？我们两个。哇，好聪明啊！那我们请队长出来吧，带头。队长，那张颖文，来 ，one two three four。肚子露出来了。我们的小鬼当家今天到这里，还有更精彩单元 ，one two three four。今天呢，我们哪嘎西要介绍这位呢，跟我们的感情呢相当有联系性，密切的，从革命来水，哇，从最早期他刚出道的时候，黄毛小丫头的时候，乌鸦也会变凤凰啊，写得越来越漂亮，哇，是是是，当然了，人一红就漂亮了，这个奇怪，今天听起他的歌，每个人都知道他唱什么歌了，哦，他的鸭子，哎呦，柠檬树，还有像柠檬树，柠檬树，柠檬树，不是不是不是，柠檬树前奏那个吗？柠檬树，听听音乐就知道。来，听节目。天哦哦，美罗哦，阿公阿婆。我叫他去。这个柠檬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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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柠檬树，对不对？祈祷明天那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不要客气，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刻与你分享。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刻与你分享。生命最温柔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像我无法度接袂话咧，你那咧加减啊欠，我想输得都不输掉呢。你连歌都不用唱，只是用讲的，你看多好多轻松，好啊，做节目来这样子又轻松。我是干嘛？我是犯了什么错啊？一直会赶会赶会赶会啊那样。你敬你敬的好啊，好帅啊！我最起码你要牵着要照一下，对不对？你又怎么嘟上来干什么？你也该轮到我了嘛。哎，你好，都是你的。好，拍手拍手。哎呀，数位人真的很难逃掉我们这些大哥的阴影啊！从早期到现在，对啊，你们怎么都还在？以前斗破什么话？以前斗破少女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很看好这小女生。现在怎么样？黄花大闺女吗？你姐姐叫苏黑伦啊，欧莲啊。没有这个人啊，苏艾伦啊，苏艾伦，真是啊，人的不会啊，他在主持啊，还有什么都也都很好。不，他主持没有煮饭好，哎呀，是他煮饭，饭煮的好啊，你吃过吗？吃过。这两姐妹命运同样，父母身差很多。对，你不要每次都说我跟没有，我讲实在，我跟你姐姐很熟，你姐姐也蛮认命的。苏慧伦跟苏艾伦呢，他这个是这命运上就是坎坷，哎，对，他的就是顺畅，是，你唱都是演唱，哪有人家没有那么坎坷，都被你们说没有，你想想看，我们这样比较看看，您唱的都是演唱会，他唱的是庙会，对呀，看差多少，您做的都是什么国父纪念馆，他的殡仪馆，你看，这是因为外貌的关系嘛，长相的关系啊，但是那边。但这个苏慧伦呢，也是懂得很爱惜羽毛啊。对，其实很努力的一位。对，今天单枪匹马就来，不怕危险啊。对啊，我当然不是啊。哦，你还有又把你姐姐带来了。今天真的是到你们三个的节目，真的我当然要带人啊。哦，哎呦，哇，还带人来。我今天带的这个是也是两个男生。哎呦。两个男生最受欢迎的，我们男最受欢迎的两人组哦。我跟你讲，说帅绝对比你动力火车，说身材好绝对比你们身材好，酷龙说唱歌绝对唱的比你们好，年龄又比你们年轻。请你讲话注意到，说年龄比他们两个，说身高比他们，年龄你就一个人独住就好了，气质也比你们好啊，气质也比你们好，听到没有？气质比你们好，学识也比你们好，哎，什么都比你们好就对了。怎么只剩我一个？会讲，有这种人吗？到底是哪个团体？无印良品。哦，就是无品跟阳光嘛，是吧？我比你看阳光呀。光良跟品冠啦。哦，什么时候改名呢？这个名字听着就是上不了台面嘛，无印良品。谁说的？他们多红，你们都不了解。真的吗？那我们把它介绍出来，看一下，一起来欢迎无印良品。
重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天越整个世界的风雨。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牵引，星空是你给我的无息独行，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现在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不错了啊！哎，何大哥好，大哥好，哎，你好，你好，各位大哥好。瓜哥，你脱衣服是怎样？这个年轻人呐、啊，一定是不能说像老人家穿背心怕冷啊。我们年轻人在一起，一定有。可是你这样肚子就看到。没有关系，没关系。对，我们还穿着哎。哦哦，你们哎呀，哎开始脱起来了。这是怎么样？我们不需要脱吧？是是，你们不需要，你身材太好了，我们脱的是我。又冲上。哦，你看那个肉，哎呦，脱衣服那肉还会长。我们年轻人呢，哪像你们那老啊这个样子，对不对？扣子要解开了，那上面不能。哎，对对对，我们打开你的掌心，摸住我的眼睛。对对，蛮年轻的。哎呀，人要时髦嘛，是吧？那你们这个要合唱哪一首歌呢？三个人合唱的了，也是两个男生跟我。之前是任贤齐跟罗百吉嘛。这首歌呢是叫 OK OK。哎，来听另外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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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鼓励一下来。OK OK， 你说说我算不算麻烦的人？怕你怕你，我开车不会打灯，不停的怕你，你喝酒泪流满面，怕你怕你，谈恋爱不分昼夜。OK OK， 刚才是一场误会，那也非我的本性，我其实非常的内向，不擅长表达。贵公司当时已经很缺人了啊，缺人。最重要的是因为呢，你们刚刚唱的这个是贵公司很蛮团结的。我刚刚讲的这个是蛮护短的。哎，听说这光这一点在台湾来讲，当然打歌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上综艺节目，一定多多少少还有点才艺嘛。对呀，听说我们都很厉害啊。听说你模仿费玉清很厉害啊。费玉清是哪一位模仿费玉清的厉害啊？你哎，大家想看来点掌声一下。不要客气。这个是逼出来的。讲到模仿费玉清啊，你杨凡是可以说堪称一绝的。杨凡先给他难看一下，你学完。凡哥先来哈。以前费玉清啊，在这个马来西亚是非常红的。嗯，对。而且啊，他这个主持节目已经开始了。哎，我已经开始了。他常常啊，就是喜欢这个把眉毛挑动的比较厉害。哎呦，你看到没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脖子要伸长，往上扬，像长颈鹿一样，像鸭子一样。啊，就像手势一定要这样，有点那种抚摸自己的。抚摸吗？啊，对，你看你唱歌喜欢东摸摸西摸。西摸摸，哎哎。完了又在这，我清唱几句你。音乐。青海的草原。眼看不完，可是他连一剪梅啊，他唱对，他会唱一剪梅，一剪梅也好。一剪寒梅，北风悄悄，只为一人飘香。一剪寒梅，傲立雪中。
香。谢谢。哎，好像啊，哎呦，他怎么那么像布袋戏？很棒吧？你刚表情好像布袋戏啊。他的声音真的很像费玉清，手势很像高凌风，还有莲花指都出现。可是他刚刚动作有没有像电动花这一？不过听说好像还有人会模仿罗文的是吧？有啊，哎，罗文。罗文这个一起吧，有的观众们也不太认识罗文啊。哦，轻轻听着，哎呀，你的唱歌抖动。对对对，因为你还有几分相像。哎，对，还好好。嗯，你罗文您熟吧？那个，你怎么突然变？晚上要改动，老了眼上往事。掌声鼓励鼓励！哇，真的像，真的像，好像啊。你怎么突然变？晚上要改动，老了眼上往事。掌声鼓励鼓励！哇，真的像，真的像，好像啊，好像啊！哇，哎，有看过罗文秀的照片？罗文声音很细的。对对对对对对，罗文在香港是大哥大气的人。不过他们两一表演完之后，好像这个女生就变成……啊，没关系，我们我这边再雕一下。没关系，我们就拿个椅子坐嘛，好吧？休息一下。听说今天苏什么苏慧伦来不是有备而来的？他今天要表演的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平常最近又常常去唱卡拉 OK， 是不是啊？那个有一个布袋戏叫《非常女》啊，《非常男女》嘛，你的节目嘛。不是啦，灰熊路，来听听看，灰熊路。演到我下面一滴，无情的打击笔，快来看比亚秀，给飞人看。不容易，唱的跟那个唱片是一模一样，对，比回形路还要回形路。其实你知道有一些台语发音我发的不是很好。哦，没有，我刚刚唱的很好，很好，真的。因为这首歌有一点那种静静的感觉。它最像的是哪一个啊？那句是。红啊！哎，对对对，我知道，就是那个巴伦，你知道吗？是我那边那个有了有了有了，快搞不团了。那最感觉是这种，这个他们公司呢表示他们功课有在做，有这个一个成功的歌手要维持呢这个不醉的地位呢，一定要常常的磨练自己。对，但是因为磨练以后啊，要真正要有实力。吴玉良明现在已经走了，对对，不敢留，没有啦，感觉丢脸，他自己就走了。我告诉你，他们今天才是有备而来的啊！你要刚刚模仿了什么费玉清跟罗文，对不对？接下来还有一个啊，还有还有，最后一个了吧？那是唱什么歌？他们会模仿那个金门王和李炳辉。哎呦，来好哇伊，来给好哇伊，哎呦，人都哎呦，哇！这个造型打扮已经像80%了。对，接下来听听歌声到底像不像，好吧？来来，掌声鼓励鼓励啊！心打拼
真的有在做功课啊。哎，后卡后去我在啊。今天三位真是来我们节目，真是啊，表现的相当的不错。对对，还可以吗？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呢，其实我们想听听三位呢带来的是那种对位歌，最难的是两首歌搭在一起唱。哎，这个歌啊要选得好才行。这对位歌很难唱的，我们可以示范一首歌给他听听看。哦，有吗？有一首歌叫《相思河畔》。嗯，还有一首歌叫做《梦里相思》。哎，这两首歌结合在一起就很像，真的。但是呢，也很难哦。如果对唱，很容易被他拉走了。真的、啊？那你们唱给我们听听看。这样，我们唱《相思河畔》。你唱。我梦里相思。梦里相思，来，我们唱两遍。好，不一样，来。好。这叫对位歌。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吸我意，我要紧紧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这叫梦里相思。我有数不尽的情意，每晚在梦里呼唤你，我要轻轻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哎呦，改歌词哦。从相思河畔见了你，无限的透明带给你，虽然千山万水和你，还在梦里相依。你们唱的好奇怪哦！你们会吗？不是，这个歌听也会奇怪，可是它蛮有艺术化的。可是你怎么那个有这边的歌词跟那边的曲？因为他是作词者们同一人嘛。我们刚刚故意这样唱，就表示这个很难啊，你们学不来。哦，如果现在放弃，我觉得反而这样唱比较难。是这个，所以你们不要逞强，不要逞强，算了，我们没有这个，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嘛。而且刚刚我们为了要把它分开唱，一起唱，我们还把耳朵塞住。对对对。如果你们唱，最好是把两个。不要这样子，很难的。你们选什么歌呢？我唱《情难枕》。我们唱《风雨无阻》。风雨无阻。哎，这两首歌可以对得起来吗？可以吗？我们试试看好了。试试看，加油加油加油。这个对位歌难，就是很容易被对方拉走的。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舍，当初何必还认真？早明白爱的不能蹉跎，谁的够不够好？若你要求不要不在，不然你的感谢我的双重，谁三心无悔的风雨无阻。好难哦！不是，人家刚听完，你蹲着笑，我们要蹲着笑啊！哦，不，真的唱得很好，真的唱啊，真的可以哦。而且他们三个还会凑在一起啊！不是，你知道吗？我一个人，他们是两个人呢。我也是一个人，他们两个人，两个轮一个人吗？这样应该轮一个人，对，这真的很难。而且能这样一面唱一面吵，你有没有办法一个对付我们五个呢？可以啊，我来挑一首，一样嘛。你会唱《梦里相思》啊？还挑一首。不要了，人家真的是厉害，真的自己找难看。哎，今天三位真的表现非常优秀啊！谢谢谢谢谢谢，下次还有更好的节目呈现给观众朋友。谢谢我们无印良品跟我们苏慧伦，谢谢谢谢大家。One two three go。叫做 X 情人，时下的年轻朋友谈恋爱都非常神秘啊，甚至于呢也不让父母亲知道，甚至于对方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脚踏两条船。哎，所以往往有很多这个父母亲非常的担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男主角呢，他呢也委托我们，哎，因为他父亲没有看过他的女朋友，从来这个认识这个女主角到现在，从来爸爸妈妈从来没看过。所以我们这个单元最主要就是让女方呢跟男方的家长呢能够正式的碰面，哎，让男方家长了解我儿子这几年到底交的女朋友是哪一位，
让他呢有心有灵犀，然后希望呢透过电视广大众媒体呢来肯定他们的爱情，希望他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太好了，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我们特别来宾，特别来宾一起来呢，他们是鉴定团。好，首先介绍这位是恋爱专家谢丽金小姐，掌声鼓励鼓励。接下来介绍这位是爱情大全啊，虞美人。大家好，三位主持人大家好。第三位是白马王子蛋塔国王彭伟华先生，来欢迎三位，欢迎三位。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的委托人呐、啊，是位男生哦，一起来欢迎许朝伟先生。今天 X 情人的男主角许朝伟，目前就读文化大学美术系。身为老幺的他，虽然从小受到家人的宠爱照顾。但他依然坚持独立自主，离家在外求学。天生拥有艺术天分的许朝伟，目前已有一位要好的女朋友。平常和女友最浪漫的相处，就是亲手为女友作画。目前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心爱的女友介绍给他的父亲认识。现在就让我们听听他有什么话想对父亲说。嗨，爸妈。很可惜，一直都没有把我的女朋友带回去家里面给你们，给你们看看。那，也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喜欢她。她跟她交往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她是一个蛮孝顺的孩子的女孩。希望爸妈你们今天能够选对，然后选到她。大家好，帅哥你好。哎呦，奇怪，制作单位越来越不听话了啊！我们说以后发这种的，千万身高不能高过主持人。很少有高过你，很少有比你矮的，也蛮难找，也不能帅过我啊！哎呀，能不能说你长得很像梁朝伟啊？没有，没有。你跟你爸爸多久没见面啊？什么话？我们爸爸看在养老院里面啊，常常见面。那他，你女朋友没带回家过给爸爸看？没有看过。那你今天家教甚严嘛？那你今天怎么突然会委托我们来做这个单元呢？希望把女朋友介绍给爸爸认识，差不多可以让他们见面。一起来欢迎我们许朝伟的父亲许新鹤。哎呀，许爸爸你好啊，许贝贝，你好你好，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许新娘？啊，没有，谢谢。哎呀，我们也不觉得啊。今天熊贵要不要干嘛？老妖不是要不要干嘛？第一是老妖，听爱讲生六个啦，一定。讲一个报生的啦吼。打字有打有打中啊有打有打，朋友来你对不对？确定哈？是，啊你一起做什么行业？我都在做田呐，做田，种稻啊，还是安尼算嘅？北菇菜啊，北菇菜，韭菜。哇，他韭菜种得很好，听说我们的台北市有一家什么专门韭菜水饺，都是跟你们。他是我们台湾省韭菜协会的会长，真的。你又帮人家吹了你，你就肯定是。还是一点的错都不敢拿。没看到。安尼正好，今仔日来爱家恁的这个新妇啊，见面呐，啊。必来新妇，那么必来哈，请就坐。来，好，许氏父子。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今天有五位女主角，其中有一位是真正的我们许朝伟的女朋友。女朋友，那这五位到底他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所有评审呢、观众朋友呢，还有我们甚至于许爸爸要鉴定哪一个才是跟他儿子有默契相合，觉得郎才女貌最适合结婚的啊？首先介绍第一号是我们蓝小青，哎，二号欧爱丽，三号陈培勋，于慧萱，王维杰，哇，还有外国人啊！哦 ，Hello， 好，请坐，请坐。哎，我们先访问一下蓝小青，蓝小倩。今年几岁啊？21岁，还在念书吗？对，在哪一所？辅仁大学。哦，辅大4年级。辅仁跟文化这么远，有可能成为男女朋友吗？这个恐怕是不是离中和又蛮远的，这个是线索了啊，各位可以慢慢了解一下。您念什么系？电子工程。电子工程，有没有交过男朋友呢？有啊，有是吧？是许朝伟是初恋吗？不是，不能交过。初恋过很多次嘛啊。
要再为难人家，把线索留给大家慢慢找。二号是 Hello， Hello， 你好 ，O I D， 有没有男朋友？有，有，应该有几个？几个 ？Too much？ 一个，一个。对，你有那么纯洁吗？我觉得你的工作，外国人应该非常非常的那种大方嘛。Where you come from？ 捷克。用捷克语跟爸爸问好一下。Dobrý den。不，有没有你来啊？你好了啊。哇，这个要做你新妇的派沟通啊嘞哈，一个讲台语，一个讲捷克语。像这种新妇，我怕他没播完啊。什么？你念什么学校？师范大学。师范大学，跟文化也蛮远的啊。三号你好，陈梅勋是吧？星星啊，现在也在念书吗？对。啊，你是在？我在辅仁大学。辅大。哦哦，也是在辅仁大学。对。哦，那很有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是。他的朋友一块去，可能去买韭菜认识的。那请问一下，你们谈谈你跟你男朋友认识的经过？我们是在我国一的时候就认识他。国一？对，他是我国中的学长。哦，国中的学长。对，那时候我们升旗的时候，我们班刚好在他们班的隔壁。那我是排尾，他是排头，就这样。一头一尾。我还以为到北港拜拜认识他。你的是这边这个语言有问题了。那你念什么国中？中和国中。中和国中在哪里？在中和。哎，美人，您这个问题让我们也很纳闷。你们上一代要不要拿扇子敲他一下？不，好，那相当好。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许朝伟。哎呦，你都叫他什么？朝伟。哎呦，好恶心啊！四号叫做于慧贤，主持人好，来宾好，还有许波波，许波波你好，还有各位来宾，还有现场的观众，大家好。今天新不叫累吗？是啊，念什么学校？我念文化大学。哎，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啊！文化大学啊，你怎么认识你男朋友？因为学校都会办联谊嘛，对，那因为我已经四年级了，那就是三年级的时候他们一年级，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老娘要吃嫩草一下，所以就跟他们一起去吃。哎呦，哇，吃嫩草吃到这里来了啊！你嫩草没吃到，吃到韭菜你就糟糕了。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许朝伟。好，你就叫他伟伟。哎呀，更恶心啊！五号叫做黄维杰，黄维杰，什么学校？我之前在日本读书，然后回来的时候，对，so good。那你在日本读书怎么会认识你男朋友呢？没有，我回来已经有一年多啦。那我们交往一年多，然后之前是因为上网的时候，上网，对，因为上网以后觉得在日本上网的吗？没有，在台湾啦，在台湾上网的。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许朝伟啊。日本名字叫什么？我叫芥蒋。芥蒋？芥末酱啊。嗯。对，姑且芥蒋。那您怎么样去称呼你男朋友的昵称叫？我叫他阿伟。阿伟，那我们还没问一号蓝小姐，你怎么认识你男朋友的？我是去年在寒假的时候有在选市议员嘛，那我去我阿姨那边帮忙啊。哦，他在，然后那你男朋友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对，然后他来基隆玩，然后我朋友来也是来帮忙助选，所以就认识了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这个虞美人有问题，请问一号你帮谁助选？基隆市的市议员，我本身是基隆人。谁？谢月霞。资料是查资料，哎，这个鉴定团很狠哦，这个律师你看看陪审团啊。二号，你怎么认识你男朋友的？我刚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找我的大学，可是找不到，所以我去问别人师范大学在哪里，可是他们不敢给我说话，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怕我不会说国语。他们上有怪物，有怪物。那最后就认识你男朋友。然后我见面超伟，我问他，他对我很好，他带我去这个大学。哦，带你到大学吗？对。哦，没有到他的地方。刚开始当然没有了。我说吃饭。是，后来就这样认识。我问他的电话号码。然后给他打电话，然后给他打，对，慢慢变成我的男朋友。
这样子。我想问那个一号蓝同学啊，你平常都是几点起床，几点睡觉？这跟这个有关系吗？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就像一个侦探一样，都要从蛛丝马迹开始做起。好，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看有没有课，看有没有课，看有没有客人。对，哎，不是，有没有课啊？有没有课？我想问的问题是，五位女生。曹伟有没有带你们去过北港？带你们去北港的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去过。没有带过你去北港？没有。四号，请回答。没有哎，因为我们都是在文化嘛，所以偶尔就是逛逛夜市啊，帮你看看夜景而已。文化有夜市吗？是有夜市啊。你要讲清楚，不是没有念过大学的。淡大啊，淡大要去早就要治疗了，还在那边。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我还没有去过北港。我们不是问这个问题呀、啊，是您是问？对呀、啊，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带你们去过北港？有没有去过北港？还没。北港在哪里？北港在云林。南港吗？在云林。对，厉害哦，厉害呀。嗯，好，你呢？有没有去过北港？还没有。还没有，想不想去？想。想。有别的地方？我们这里是南港。哦，那边港是另外一边，很近啊。不知道，走路过去就到了。那蓝小姐，北港没去过，没有去过，五位都没去过，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一号啊，一号这个蓝小姐，嘿，因为她是这个电子工程系的，可是她的男朋友呢是那个美术系的，那你们两个平常会去哪里玩？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嗜好？你是问一号对不对？一号，一号。其实。我的兴趣不在这里啊，所以我是觉得念什么东西跟我们交往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嗜好？有没有共同的嗜好？在一起是很开心的，一起去玩。是。对啊，就是逛逛街啊，看看电影啊，就像一般男女朋友会做的事啊。嗯，逛逛街，好，这样补充可以吗？可以。OK， 还有没有问题？问三号，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三号，这个问题很严肃，我希望你可以严肃的回答我。好，是你不严肃，每个人都很严肃。对，你的皮肤在哪里保养的？等一下啦！皮肤这么好，如果你要吃饭大便换皮肤，等一下，因为他皮肤很漂亮啊，一定要问清楚啊，对女明星很有帮助哎。你要跟问那个跟曹伟有关系的吗？对对对，我想要请问哦，你们平常滋润，当然皮肤会比较好啊。你们平常在约会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你讲甜言蜜语，然后他最常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是让你觉得会最开心的，然后他最亲密的动作是什么？这什么回答吗？最亲密的动作。他是什么样的一句话让你眼睛闭着让他啵儿这样的？他说：“我是他最爱的宝贝，所以呢，他希望给我这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哎呦，他曾经说过这句话，对不对？对。能不能大声再重复一次啊？就是宝贝，我要给你这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哎呦！我想第一阶段各位鉴定团所问的问题，我们先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接下来想请让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了解一下，我们请男主角呢跟五位女主角一一的打招呼，先打招呼，同时呢要每一个人的亲脸，我们看他亲昵的动作。来，许先生，请到前面来，听我的指挥了啊！来，一号蓝小姐，请到这里来。现在你请讲些亲昵的话，然后亲脸，来，请。我不晓得这次录影会，这么的麻烦。什么麻烦？这是福利，哎呦呦，占得了便宜还卖乖了，那我来，你还看吗？开什么玩笑？哦，叫卤，你打个跳咖啡戏，这么的还麻烦呢？你看，哎，假如给谁？你爸爸都想参加了，请服用。干嘛？本身的时候就要轻点一下，点一下，动作很重要哦。哦啊，好，来，请就坐。欧艾丽，这次，我想应该是很难得的机会吧，也许以后就没有了。对，你这个什么？你在干什么？就是。你是别台派来破坏我们节目的吗？什么话前后不一样？这样大家都知道二号不是啊。OK。
希望我们都可以留下很好的记忆。对，谢谢。干嘛猪啊？啊，恁后生呢？一个一个输啊，呢你感觉讲？什么叫假派？一个一个姊妹，你感觉讲恁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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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势安尼无？嗯，年轻人嘛，他好玩就好了。啊啊，年轻人好玩就啊你。那你慢慢玩啊，这是多收集点知识。是来三号，请到三号。不用讲话吗？讲几句话。哦，叫勇啊，你来。这一次录影，我们花了蛮多。不是你把他第一次亲他的话讲出来吗？我看算了，他不带我讲，每一个来都是这第一次录影，我增加很多麻烦。第一家，直接深情款款就亲来了。来，请服用。哇，这个亲的的确是有像男女朋友了，有感觉的，真的是有吗？有。您刚刚看他亲前面两位女生，你会不会觉得吃醋？不会。真的吗？真的。他刚这样亲你爽不爽？干嘛爽啊？哇，爽不爽？是。来试看，现在不用再多谈了啊。四号好像稍有害羞，刚刚这样亲前面女生，你会不会觉得？有啊，心里还是怪怪的。怪怪的、啊，那你不先上香吻一个，跟他嘴对嘴好不好？真的吗？请不用了，不是我们要我们跟欧医生讲，欧医生你快一边快点，你不用拍照呀，你们可以就可以，没关系。他介不介意在大这么多人面前？没关系，不会不会，我让里面真的女朋友吃醋吃死为止。来来来，没想到主持人胡瓜竟然出狠招。俗话说，情人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男主角与四号女友这么一吻，到底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呢？四号好像稍有害羞，刚刚这样亲前面女生，你会不会觉得？有啊，心里还是怪怪的。怪怪的、啊，那你不先上香吻一个，跟他嘴对嘴好不好？真的吗？请不用了，不是我们要我们跟欧医生讲，欧医生你快一边快点，一边拍照呀，你们可以就可以，没关系。他介不介意在大这么多人面前？没关系，不会不会，我让里面真的女朋友吃醋吃死为止。来，再亲嘛，拜托你了。啊，哎呦！哎，你不要开心成这样子的。你在爽什么？爽什么？不一定真的亲嘴就是他女朋友哦。哎，有的真是胆子很大。我觉得你美人好像是快受不了了。哎，来，这一位已经受不了，赶快来。五号，还鼓。你要嘴对嘴还是？不要。好，来，不要是吧？请服用。还有，他这样子亲前面又跟四号亲嘴，你会不会觉得吃醋？还是乖乖，我希望还是不要。希望不要，都做了怎么办呢？回去打他。我就打他。哎，我还可以打你。好，来，好，许先生，请就坐，好不好？好。他们这个五位女生，刚刚除了这个，我们让这个大家，尤其我们的评审团全部了解一下，鉴定团也了解一下，鉴定团观众也了解一下，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让许贝贝喜欢也很重要，对，所以他们个人带来很多自己的个人的意见。那当然，好，我们就先从一号蓝小姐开始。刚刚提到您有帮人家助选的这个经验，那就来个扩音器给她。好，现在胡瓜要选这个县议员了，您先帮胡瓜助选一下，好不好？才艺表演啊，预备，有经验，开始。各位敬爱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李长候选人登记第二号胡瓜，即马亲自来个家，向大家来请安问候。恭喜恭喜，拜托。第二号，这里是绝对是人人拢好了。第二号胡瓜，绝对是一个认真拍拼的李长。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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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错不错不错，唔通俾佮你卡上第二号胡瓜。因为他们两个这么当选，
我觉得感觉上很像是我们家每个礼拜六下午都会有那个喝起来蒜头鸡，是不是？来哟，亲戚关系喝起来贵，来哟，别去。哦，贵，菜头贵，凉皮啊贵，来哟，喝起来贵都比较。喝起来贵都比较，喝起来贵哦，好，好，谢谢一号蓝小姐，谢谢。郭爱丽。郭艾丽好像舞蹈的基础非常好，是不是？听说她想劈腿。要劈腿啊？哦，要劈腿。什么是劈腿 ？Oh my god！ 哦哦哦，能不能正面？哦哦，哇，真是幸福啊！能不能够把两个脚对调一下？啊啊！好，掌声鼓励鼓励啊！掌声鼓励！哇，太好了！好，起飞坐。好，哎，阿贝，这里好啊，以后呢，一人倒立哦，见孤彩啊。你靠你进步的道理劈腿接下来是三号陈梅心是吧你要唱什么听说要唱情歌红豆红啊唱哦红豆王菲的红豆好王菲的红豆我们是红豆大红豆那个情歌来许先生他唱给他听你要深情款款了音乐 music 红豆深情款款的，真的，两个还牵手啊，握得好久啊，真的。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没有呢？激起你目前的涟漪有没有呢？其实要想起来，每一位都有可能哎，对对，可能性都很大哎。会不会他们五位里面都是他女朋友？那可以。好，许先生请入座哈。好，接下来四号，于小姐，看到没有？前面这么多女生都在献殷勤，还有道道插众床，众主菜这都来了。你没有拿出看家本领，我看是蛮难的啊。对啊，表演什么呢？我先表演三块板好了。三块板，请开始。好。胡瓜扬帆贺一航，综艺节目称霸王。你说我唱一来一往，观众来宾笑全场。姑娘我今天上台真慌张，有请大哥多帮忙。丑媳妇终须见爹娘，今生喜爱一匹狼。哎呦，水哦！在座菩萨好心肠，让我俩苦命鸳鸯配，陈配成双啊，配成双。哎呀，好，鼓励鼓励，哇！哎呀，好，很棒哎，是有点紧张，不过这个是 hold 住顶上的，这是最烂的才艺，最好的才艺是哪里？待会我们要表演拿翘啊！我们四号的于慧萱呢要。好，这个叫哪里？平常你练功这样一天要撑多久？我很少练功。对。那你可以撑多久？目前为止是极限了。那要唱什么？唱什么？那就下来吧。我的天哪！我还以为他能两个小时嘞。来，好，谢谢，谢谢。请坐。谢谢鉴定团。现在加上我们许贝贝，刚刚看到第一轮的表演，请你们举牌，你认为哪一位是我们许朝伟的女朋友？慢慢转，一起转啊！一、二、三，转。许贝贝说是一号。
哦，我们这边那个谢丽琴说三号，虞美人说三号，彭伟华说一号，哦，跟许贝贝有一点像。两票对两票，许贝贝为什么选择一号？因为你刚刚一号有。不是的，我说有一种感觉是觉得他。啊，是讲你不伫厝看过伊出来，等于等于出轨。不八都不八，你感觉一号就对了。好像是，他是完全凭感觉，凭感觉很难拿捏。谢丽金呢？谢丽金，我觉得那个三号啊，我就觉得那个许朝伟会喜欢三号那种女生，就是那种美少女型的，然后很漂亮、很温柔，可是就是私底下很凶的时候，是在家里管他的时候才会很凶这样子。而且刚刚我一直看到那个许朝伟啊，一直在偷看他，哎，他都没有看一号，偷看多了，他一号看到五号。所以我觉得是三号，喜欢美少女型的，所以选三号。虞美人呢？我也觉得是三号，因为我觉得是刚才在唱歌的时候啊，他手牵他很自然，而且他在亲他的时候，那个动作感觉非常熟练。对，他刚刚亲一号、二号、四号跟五号的时候，他那个脖子是僵硬的，下不了口，对不对？对，可是亲三号的时候，他那个律动感很好，哎，脖子那个是。节奏干嘛？对，那个节奏的律动感，我不会讲，就是他先低头，低头之后亲下去，再回来。你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来，要不然？喂喂，我不是男的。他的那个律动感啊，要表现一下，比如说他亲别人，他这边是很僵硬，就这样。那他亲他女朋友？亲他女朋友是这样。哎呦，谢丽金观察入微，来掌声鼓励。不错不错不错。亲的感觉很像三号，这是美人的意见嘛，对不对？对。好，彭伟华，彭伟华，我也是从这个接吻里面看，我觉得就是这女生怎么样还是会吃醋、哦，那我就没有看他们的表情。他跟这个男生呢，许先生跟别人亲吻的时候啊，就看他们坐着的表情。那个一号一直在捏自己的手，而且不敢看。那可是刚刚跟四号接吻都没有人选四号，他嘴对嘴哎。因为四号，我怀疑四号可能是跟他那个女朋友是好朋友，所以才那么大胆。这不一定啊！刚才跟五号先生说适合在磨刀子，你没看到啊？可是其实我觉得五号有一点点可能，可能我等一下要观察，因为我觉得五号他有一种决心要嫁进去的感觉。接下来进行的是我们所有的五位女士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了问题呢，你们要照实的回答。来，五位鼓励一下。那这个凭这个我们鉴定团有没有什么话要问的，还是什么问五位小姐？我想要再问那个一号好了。你觉得那个小伟，哎呦，好亲密，对不起，那个小伟啊，他把他脸遮起来，他就是身体以下，你觉得你最欣赏他哪一个部分？手，为什么？尤其是要画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手有生命，有生命。废话，他手是好的，但是有生命啊。那不一样。对，巧手巧脚。可能是浪漫，我懂那个贺大哥不懂没有关系。不是，我是，可能是我是念工科的女孩子啊，所以我身边的男生他们都比较。就是我不晓得怎么形容的感觉，可是曹伟给我感觉比较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三号跟那个五号好了，三号刚刚唱那个王菲的《红豆》唱得很投入，两个就是刚刚你说了之后，我觉得有点相信，好像是你啊。那请问一下这个曹伟啊，他平常唱卡拉 OK 的时候，或许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情歌是代表你们两个的爱情故事？那最喜欢唱的又是哪一首歌曲呢？唱给你听的话，请回答。快点！计时五秒，两秒，三，有一首杜德伟的，杜德伟的哪一首？哪一首？哎，不能看，还偷看人家。妈妈，先听不能听。你不知道歌名没关系，就用唱的好了。忘记了。杜德伟的歌，好，忘记了。哎，那我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问一号？一号，请说，什么歌？他喜欢张学友的歌，哪一首？没有，比较没有特别。他常常唱《失眠夜》。失眠夜，哎呀，很冷门的歌，很久的歌了。哎呦，哎，每个人回答都不一样。那问一下那个五号好。五号，请说。通常我们男生在研究这个谈恋爱，好像打这个垒球，这个棒球一样啊。就所谓第一垒就是要牵手嘛，哎，第二垒就是要接吻，第三垒就是要爱抚，啊，第四垒呢就是。要深入啊，很亲密的关系了。是是是。那请问你们两个现在交往到现在来说，你们算打到你们棒球术语到第几年？已经到了第八垒了。打到第几？得一分是等于代表一次，你得几分？很间接啊，很间接，很间接啊。我们在许伯伯面前讲好，许伯伯很喜欢听哦。阿北，听到吗？你后来没关系，你就告诉我们有没有得过分就好了。
有啊，有个得过分，一点点，哦，一点点得分，不管多多点点。他现在可能听不太懂，得分就是跑到最后的那个才能得分啊，满垒那不是有得分就是回来擦垒，然后擦垒，擦垒。就是到一垒还是二垒还是三垒？那他这个到底几垒的？不是不是不是，你的意思说是都在外面逛就对了。没有踩到那个垒上面，就是在外面逛啊，没有回来本垒啊。对对对，就是在旁边晃就对了。那我要。美人，虞美人，你不要太兴奋，听到这种事情。就在外面擦垒。你要问一下这个。我要问一下各位，如果接吻以一到十分来讲，你们觉得阿伟的接吻技巧怎么样？哎，五号，一到十分，你给他评分多少？我现在只能给他七分。七分为什么？不够投入。有时候很紧张的时候会咬到我的嘴。还会咬到嘴？哦，七分，因为紧张会咬到嘴。你呢？给他几分？八分，因为我们已经交往一年多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障碍吧。来，你们接吻的分数是给几分？十分。这么完美啊？对。你们不是你没问到满分，满分200分。那你们到什么样程度了？二垒。二垒。还想半天想到二垒。会不会偷跑三垒逃？没有成功会跑回来。讲二垒，确定啊？确定。会不会很后悔？不会。不会。在这边懵了啦。那这个有几分？又给他几分？十分。100%了啊！对，因为你爱的时候应该觉得你的男朋友10分。十分，相爱的时候就10分。那这个牵手是一垒，两垒，三垒，四垒。红不让，那你是几垒？红不让。红不让。开玩笑。啊？开玩笑。台湾小，对，大概。哦，我以为他很小。大概阿磊。啊？阿磊。阿磊 ，to play。对。OK， 几分？接吻技术几分？我现在是给他7分啊。为什么？不过我觉得假以时日，他能够到10分。哦，那跟谁学比较会到10分呢？我可以。你可以指导他。我们可以一起练习。这样子啊，这个还可以学的。我们到几点了？现在是二雷啦，不过他会想到雷。哦，那你防守的还不错哈。我都让他缠雷。好，那是缠在哪里了？摔当然摔在地上了，缠到哪里？好，缠雷。好，哎，通通回答完了，鉴定团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好，可以举牌了。蛮难选，蛮难选的。来，请爸爸刚刚也听完了，一二，再次重新举牌。到底哪一位是我们许朝伟的女朋友？来，一、二、三，好，现在又变了哦。现在是一，哇，我们这边全部选一，三位选一号，为什么呢？因为刚才KK 问那个 KTV 最喜欢唱什么歌啊，他回答的蛮快的，我觉得这好像是比较有相处的可能。然后我刚刚又查了一下他的资料，他是最瘦的。43公斤而已，对不对？这好像蛮符合男主角的这个标准那样，所以我就改了。KK 呢？我也是本来选三号的，但是后来他回答刚刚的问题太慢了。那刚刚那个第一号说卡拉 OK 的歌的，卡拉 OK。然后一号说他没有说他送给他最难忘的是他那个画，然后想也是许先生最擅长的，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是一号吧。好，大家都有他的根据，只有爸爸呢无厘头坐在那边，到底是哪一位？哎，接下来的这个关键才是最重要的，叫杂派。也就是说，游戏的规则呢，待会男主角站在这边，女主角站在那边，不知道安排几号，他一回头要毫不考虑的把派砸过去。如果有盾的，可能黑的都行。哎，来，我们进行我们的杂派。好，男主角请出列。不能讲话，不能讲话啊，不能讲话。来，准备啊！一二三，就回头了啊！一、二、三，好像还不够狠哦。好，哎呦，哎呀，这两个好甜蜜哦。对呀，这很成功。哎呦，说明他真的是他女朋友。好难哎，真的，你又觉得像是对不对？他怎么哎呀，不忍心这样子，你看。对呀。哎呦，看下一个就知道。他还跟挑逗一下，我还给他全垒打那个。好好好，
好，请二号先回坐一下啊。一、二、三。这个也有可能啊。好，谢谢二号，把脸擦干净。好，有点打情骂俏。好，第三个，第三位，来，站好，站好，站好。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不要讲话。来，一，转身下来啊。一、二、三。你今天不好住了，不好点，你老被练到。啊，但还好啊，留守一下哎。表示给我讲友好嘞哈，来，来姐请坐坐，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好，一、二、三。哎，后面他速度就很快了哦。哎，蛮狠的哦，有点狠哦。习惯了，对。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们来忙。卡哇伊呢？你该的呢。一、二、三。可爱可爱可爱，来，一、二、三。哎，这个可能性哦，收起来，听到碰起来哦。对对对，好，请就坐，请就坐。来，五位女主角，谢谢你们，同学们，这时候呢，也可以在跟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稍微静下心想想看，三位评审想想看，到底哪一位？广告回来之后马上揭晓，最后一次的举牌到底会不会正确？稍微休息一下。Ticket， 到底哪一位才是许朝伟正牌的 X 情人呢？千万不要转台哦。回到现场，马上揭晓到底哪一位是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先请三位，我们的鉴定团先第四最后一次都要举牌，来，请许伯伯也把牌子放这里。一、二、三，请转。谢丽欣选择一号，于美人选择三号，彭伟华选择一号。许爸爸为什么三号？最后决定是三号，全部一拜啊。看这一挂种的动作吼，看起来跟咱阵三号比较较可怜。那三号做你新妇，你有介意？有介意，有安怎好？嘛，你个人你是较介意倒一个？你讲，感觉看好，看好，是不是？这个爸爸就非常好了。是是。那四号小姐听到这样，爸爸你会不会难过？会啊，因为他还是不是选择我？那你这样加，你这样加进去会很痛苦。其实我很刻苦耐劳，真的老，我可以帮你回去种韭菜。五号呢？这样听到爸爸的选择，很难过，很难过哈、哦。但是不要掉眼泪了哈、哦，要控制。二号，卡哇伊兽呢？二号小姐，我的心里今天录影时间很长，早有准备。你心里早有准备，对，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好，那一号，你看他选择三号，你会不会？我觉得今天许波选谁都是第一印象嘛，那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啊，我会好好让许波喜欢我。是是是，那如果今天一公布出来这种情形的话，您以后如果是真的是你，以后还会跟他交往吗？爸爸不喜欢你，你会交？会啊，我会。你会跟许波交往？我们可以跟许波好好沟通。沟通沟通好。这一边刚刚选一号，谢谢谢。我觉得一号跟三号都蛮有可能的，可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三号很像是那种参加过像我猜我猜的那种美少女啊，就是我觉得她可能是那种专门就是有那种美女要出现，她可能会出现，所以我比较相信是一号，因为太美的人对我来讲都是一种阻碍。玉美啊，玉美啊，我想这边要先声明一点啊，就是说，我想许波波选谁是他认为说谁比较有可能是他的女朋友，是他儿子的女朋友。而且他刚刚讲可以接受啊。对对，那我其实一号跟三号一直在挣扎，但是最后我选择三号，完全是因为扎派的时候，我看到一点爱怜，一点扎的时候有点啊对不起那样子的感觉很强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三号。哎 ，K K 呢？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是觉得是一号，
从就是问他们是从哪里认识的时候啊，那这个许先生有点脸红，很自然的反应了、啊。从第二个他们接吻的时候很自然，而且他讲了句对白，没想过这个录影那么麻烦，是好像从心里面出发了。到刚刚那个杂拍，哎，杂拍的时候其实呢，最不要紧就是自己女朋友，因为反正我砸你找的时候来被砸拍的，所以他就砸那个一号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帮他对方擦的，因为我看那个许先生是很 gentleman 的。就为比较陌生的人，他会做这个动作，反而是自己女朋友比较无所谓。是是，所以观察入微啊，每个人这所以鉴定团要从每个小细节知道，从问题当中小动作、唱歌，为什么我们设计这么样繁杂的过程，就让他了解。OK， 来，我们现在请男主角到后面来。嗯，等一下，好紧张哦。好，来，现在我们有倒数十秒，大家一起来，灯光呢会暗一点，他会选择最后您这样游走十秒钟。最后选择你真正的女朋友，抱住她，好不好？来，预备，十、九，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八，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七、六、五、四、三，过来一点，二、一。前面真的是三号，真的是最像的。我们是李晴、彭伟华都猜错，爸爸也猜对了。爸爸是真的猜对，还是在旁边跟他讲的？真的猜对。啊，真的猜对了。对，做人要老实哦，哈。嗯，这个蛮厉害的小伙子。我猜是猜一号，我是猜一号，你呢？我是觉得一号演得好。我要是我猜，我演得好好。演的真的很棒，但是我猜的话，我也会选择三号，因为我偏讲四号，我打从一开始我说的不可能。那他跟四号，他跟四号接吻，失败啊！跟四号接吻，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不会。啊，你要不要报仇？报仇我们可以放。没有，我一直都觉得是一号。一号，你刚刚讲报仇，我们亲他，看他男朋友会不会生气。可是三号刚才一些小数据，他都回答得很对。像公车262的确是从中和开的。哦，那像二号的偏讲，他是来打工的，我知道了。可是二号后面演的也很好啊，后面那几个回答跟演的也很好，几个都很好了。而且五号讲最后，他最后不是问他说爸爸会不会伤你这样子，爸你自己会不会伤心？我看他眼泪快掉下来，哇，也是演得好，是啊，演得真好。一号才厉害了，一号是最优秀的，楚楚可怜，你看看蓝小倩，哇，那我们这个会签下来当演员不可了，不行哇，不行。来，最后呢，不是要恭喜你们，爸爸也选择对了，爸爸请过来，请过来一下。正式一拜天地。来，我们男生请过去一下，我们现在净空一下三十秒，你跟爸爸好好聊一下，来开始，来开始，爸爸可以跟他聊。徐菲菲，谢谢你选我，那我很高兴。这个不是你的相亲啊，你的，不是你是你嫁的啦。那有一天真的嫁到我们许家来，你愿意吗？愿意啊。爸爸，你那给来，你要送什么物件给伊？古彩。那给过来要送啥？您家拢上手表啊？你要上厝因无？厝无啦，产一堆。厝本来就有啦。你上会过安尼200平土地啊，300平土地。本来我那边包登记啊。哦，这里来的，哎，你真的来了吗？全部都是儿子的啦，对，放心，好，抱歉，谢谢，恭喜啦，恭喜啦。好，我们今天算 X 情人这个单元相当成功啦，请到前面来，前面来，好 ，Hello， 优秀的女人 ，One Two Three Four。